我国上个月的制造业产值同比显著上涨21.3%，去年全年产值也同比增长3.6%。经济发展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电子业和生物医药业上个月的表现最亮眼，电子业的产值同比大幅增长49.4%，生物医药业也显著上扬44.9%。